其实我觉得这两家人在比怪的，都各有各的怪的地方。对，你别看他这样子，他也超级无敌怪。你说心里面？是说本人还是？我觉得这问题本人也是不是很非常的闷骚。来，回家吃饭啊。好了，访问完就回去了。就是、好了，等一下啦，我还不饿。我觉得很好的是，因为在开拍前，导演有让我们先有对对过戏，有走过。我们走戏其实走蛮多次，默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。来来来，吃一下这个鱼头，哇，这很补哦，没有特别做你做的呢，因为罗伦他的超能力太强了，所以说他的照顾方式就是，你们家缺什么买。缺2000万啊，那给你3000万。那本人呢？本人就没有超能力啊。宝倩在这段关系里面应该是比较被照顾的。对，就是不管物质上面，或者是各种强比较强制一点的，我对你好。啊啊！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来啦！哎，亲家母好。至于妈妈呢，有一点小跳痛，因为她对于婚姻、对于未来这个媳妇儿有她自己很独特的想法。拔的这么少啊？还没采完。还没采完。对的，对的。你们看。破小三件，其实这场戏我们要慌张的逃走，然后我看了那个尤爸尤妈那个出身呢，因为他们都是剧场出身，所以他们的临场反应非常的快。其实导演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，有人突然间把椅子拿起来，哇！